心啊，这两天我们大家都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佛光啊，我们就像在天上一样。我们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佛子皈依，龙天护法，法喜充满。台长今天跟大家说了，就是说那个我帮大家在新加坡，今天有大概有啊，大概有三四百人啊，成为台长的弟子，所以大家非常的高兴。我帮大家找到了母亲，又找到你们的天上的家。你们每个人拜师的人，天上今天都有一朵莲花呈现。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回到家，找到母亲。真的法喜充满。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喜悦的心情了吧？开心啊！第一次来到新加坡，也是啊佛教圣地，学佛之人特别多。那么主要的还是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让我呢前来弘法度众，广结善缘。那么让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人间，加持我们今天所有的佛子和今天在座所有的学佛之人。好消息频传，今天呢台长就在这个地方呢啊收了啊大概将近300多个弟子。那么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弟子呢，他呢因为台长告诉他说，哎呀龙天护法，我看了好几条龙在这里飞，然后看见观世音菩萨。那么台长一个人说呢，其他人就感应哇好像好殊胜啊，全部都掉眼泪都在哭，但是呢又不知道咋回事。那么今天呢有一个陈云花，那么他呢这个眼睛呢今天看见东西了，他们写了短短的这么几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看见了什么啊。那么今天是拜师的日子，我怀着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啊，卢军宏师父的心情跪坐在拜殿上，给师父念大悲咒。在师父给大家集体加持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幕很神奇的瑞像，在师父的身后有一尊很高大很庄严的金光闪闪的观世音菩萨。师父端坐在观世音菩萨的前方，众多的比丘比丘尼在师父的对面跪拜着。当我想认真更看得清楚前一些的时候，眼前还是刚才的那一幕。这时我看到师父身上披着金光闪闪的袈裟，带着众比丘比丘尼一起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接着一朵朵飘带着像白云一样的飘在我们的眼前，在拜师背景山水间中间现出释迦牟尼佛和一尊尊菩萨护法神，这一幕幕在我的眼前持续了好长时间。我跟你们讲过，我上次在5月1号在香港的时候，我把很多的啊弟子拖上去，我把很多的啊那个龙天护法都请过来，很多人都看见了释迦牟尼佛。想一想，佛祖也来了，观世音菩萨也来了，我们难道不是在天上吗？要好好修啊，大家知道我们在人间非常的短暂，人间非常短暂。我上次跟大家讲
啊，我在澳大利亚刚刚来这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要求救。一个孩子只有12岁，在洗澡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之后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一点点脑颅出血，结果他10天昏迷在医院里，接下来接氧气，再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都知道，12岁一条生命，大家明白吗？所以还有一个77岁的啊，77年生的35岁的，台长曾经给他看过啊，他身上有7个灵性啊，7个灵性吧，一般人家没那么多的。结果我告诉他，我说他活不长，没有几天啊，早上我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台长你再给他看看吧，啊，好像情况不是太好。我说今天就走，结果到了下午走掉了。从来不懂得念经，从来不懂得修心，家里也是刚刚释放学佛念经修心，所以这一幕幕就是让我们明白人生无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我们就是有缘人，我们就是有缘众生。请记住，佛度有缘众生。众生心就是佛心，众生和佛只在觉迷之间啊！大家想一想啊，觉悟的众生就是菩萨，就是佛，而菩萨迷悟了就是众生。所以大家要明白，佛法不是纯理论的，不是说教的佛法，而是实实在在要去修，要去做，才会相应。什么相应啊？和菩萨的心相应，你才能感受到菩萨的存在。我们要学习佛的德性，佛德是对我们一个学佛人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连基本的人的道德没有，更何况他能学到佛的道德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的道德，那么我们的境界才会提升，那么我们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短暂的，只是暂时的，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永久的。那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内心的纯洁，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良心，这样我们才能到达彼岸，回到妈妈的身边。大家记住，在人间每个人都有贪嗔痴，贪什么？贪很多，什么都贪，只要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想要，只要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必须要得到它。从小生出来人就有贪心，小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了他买了一个玩具，姐姐妹妹要用要玩玩，小孩子就哭啊叫啊不给他玩，这难道不就是贪心的开始？所以人要懂得，我们首先要不能贪，因为贪了之后你慢慢的就会懂得恨。因为当人家把你所爱的东西夺去的时候，当你得不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嗔恨人家，嗔恨人家就会做出很多的愚痴的事情，不理解自己的事情。所以贪嗔痴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生活在人间，虽然这是我们的劣根性，但是学佛人我们是能改变自己的劣根性。我们明明想要的东西只是不是属于你的，我就不想去要，我们想得到的东西不是属于你的，我就不想去得，如果不该我说的话我就不要去说，不该我做的事情不要去做。那么这个就是佛德，要懂得
贪嗔痴会把我们心中的善念、善意、善良的本性都会慢慢的磨灭。记住，一个人为了贪财，慢慢的他可以损失他自己的良心。那就像有些做生意人一样，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他可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伪劣产品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有良心，我们在末法时间时期，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爱惜自己的慧命。所以请大家记住了，我们不但做善事，我们要管好自己的身口意。管住自己的身体很简单，可以不打架，可以不做这些坏的动作，嘴巴也比较容易管住，可以不说人家的坏话，不做坏事。但是意念要管住就相当的困难。大家想一想，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意识当中，当你意念走偏的时候，你会丢失你的纯洁的德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菩萨叫我们连意念都不能有。为什么当一个人意念在想杀人的时候，难道他没有犯罪吗？当夫妻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说，我恨不得把我的老公杀死，正在切菜的时候，他心里想想，恨得不得了，我恨不得现在就拿把刀冲过去把他宰了。想想这是不是意念犯罪？所以要懂得意念犯罪更糟糕。为什么？首先影响了你的意识和你的八识田中的意识。第二，你们知道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菩萨对他的信任。因为意识菩萨最了解，因为连鬼都知道你想做坏事，所以你是骗不了天，骗不了地，最后骗的就是你自己。佛法是宝，大家都知道，佛法是不是宝？发展弘扬佛法就是妙。我们就是要用妙法度尽所有的有缘众生，用善巧方便法度尽我们所有的众生。学佛人对外要认识善恶。那么今天你们都在学佛，你们能不能认清自己的善恶呢？你们有时候把恶人当成善人，你们把劝你的好心人你们当成恶人敌人，这就不辨是非，不明真理。所以要懂得学佛人要学菩萨的智慧，因为有了智慧你才能辨别谁好谁坏。所以要懂得我们对内身体气场要平顺，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要懂得我们的心啊和佛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所以佛的心非常的平，非常的顺，而我们自己的心不平静，我们有烦恼，所以气场如果顺畅，烦恼就不会产生。所以人家说，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首先他就是气不顺，我就是想不通，我就是生气，我就是难过，这口气我就是咽不下去。你说说看，他接下去是不是生烦恼了？烦恼随之而来，由气不顺开始。所以学佛就是要懂得把自己的气先理顺。大家知道，我们学过很多的管理，学过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什么管理都有。大家学过心理管理吗？大家有没有学过啊情绪管理吗？没有。现在台长就教你们用佛法来管理你们的情绪，
管理你们的思绪，管理你们的思维。心空体空啊，如果一个人心也空了，他的身体才会空。一个人不去烦恼，烦恼就不会找他；一个人喜欢找烦恼，烦恼就紧盯着他。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永远不和烦恼交朋友，我们要和法喜交朋友，我们要接近菩萨，所以我们就永远没有烦恼。记住，没烦恼的人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因为有烦恼，你的心、你的肺全部被烦恼所遮住，你是照不见你的五蕴皆空的。所以要懂得，我们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五蕴假合之身。今天有，明天可以没有；今天这里长了一个肿瘤，明天可以消除。今天不开心了，明天会开心。所有的一切都是生活在无常之中。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当中就是跟我们说，要照见五蕴皆空啊，大家一定要把烦恼去除，我们就会离开五蕴。大家明白吗？一切唯心造，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不开心也是想出来的，烦恼也是自己找的。我们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有多少烦恼生出啊？难道不是自己找来的麻烦吗？所以有句话叫自找烦恼。我们人就有一个毛病，喜欢自找烦恼。要记住，一切唯心造，心生则业生。你心里生出来恨人家的心之后，你的心就会有恨的种子种下。如果你心中生出善良的种子，你的心就长出美好的果实。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用水，一杯水，然后呢，跟对着这杯水拼命地说，你是一个很好的水啊，你这个水能帮助我们啊，我们很爱你啊。讲了很多话之后，就放到冰箱里，放到冷冻的柜里，等到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把这杯水拿出来，它所结的那些花漂亮无比。如果你打这杯水对着它骂说，你很丑恶，你非常坏，我很恨你，不停地讲五分钟到七分钟，然后你把这杯水放在冰箱里的冷冻格里，过了十几分钟，当你拿出来的时候，那些条纹、那些图文是丑恶无比。大家想想看，我现在讲的是水，难道人的脸不就是这样吗？如果这个人的脸天天被人家骂，他的脸会好看吗？还能像台长一样好看吗？大家要明白，做人就是要经常听人家说好话，才会法喜充满，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让人家说你好话呢？那么你先说人家好话，那么人家才会说你好话，对不对？过年的时候，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啊，哎，同喜同喜，你也是，这不叫报应吗？这叫善报应。那么你骂人家，人家接下来骂你了，那你的脸难看了，人家的脸也难看。你老公骂老婆了，那老婆接下来恨你了，脸难看了，那么老婆也骂你，你老公也难看，那么你们一家子，孩子在边上愁眉苦脸，一家子脸都难看。现在知道吗？如果一天一年下来天天吵架，你知道这个人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吗？非常的丑恶，非常的丑陋。所以很多人会看相的人说，这个人你看他的相，你可以知道他心中想什么。发愁的人他是什么相，看
开心的人、发财的人，他是什么相，他们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就是相由心生，菩萨早就讲过了，你们不跟菩萨学，跟谁学啊？所以要记住，我们心要能清静下来，清静下来，我们就能化解无常，化解无常。虽然我们可以今天碰到这个事情，明天碰到那个事情，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我们能够化解无常。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因为我们心中有佛，我们心中有爱，爱能化解一切，大爱能够转成真爱，真爱才是人间真谛，才是学佛的真谛。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就是真爱人间。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曾经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说过，有求必应，救脱人间的啊苦难。那么你们求了没有？观世音菩萨整天在帮助我们，为什么不求？我们今天求了，我们懂了，我们以后再不会有磨难了，我们以后再也不会被人家欺负了，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给我们撑腰，因为我们有观世音菩萨帮我们掌舵，我们这个船永远会往前开而不被降。那个船就不讲了，那个船大家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我们是什么船呢？慈航普渡之船。好，那么台长啊，天天在广播里救人，很多人呢早就知道，哎呀，有个卢台长在广播里呢，只要你打进电话，他就把你家里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讲出来，把你的生活上什么东西讲出来。那么台长告诉你们呢，台长呢有一天呢，有个听众打进电话来，他呢，我看到他这位听众呢，他的丈夫啊看那些不健康的网站啊，但是呢他太太一点都不知道，结果台长呢从广播里就讲了啊，结果呢他太太呢慢慢就跟他老公讲，说卢台长讲，说你就问他老公接下来啊坦白从宽了啊。大家想不想听听这段录音啊？好，给大家播放一下。你好，不知道我随便改一个，你上次五月四号打进去说我老公说太准了吧，二十年了什么都不知道，跟你算了说可能两个同仁就是看不要是看那个马上的跳闸划算的那个，当时我说我以为是不可能，我还得说了以后他吓坏了吧，是的，他两眼发誓吓坏了吧，吓坏了以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太准了，会怎么了？嗯，对呀，对呀，确实有些毛病。台长，怎么在这么远的路，怎么一看图上就看出来了？太准确了，太准确了。所以叫他要相信啊，不能不相信啊。他现在相信了。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一定要跟台长说，我现在出去，任何女人都看。其实他人不坏的，因为这种东西在图腾里面都能显现出来，主要问题是为了帮助他能够下次就没有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对对对。好，鼓掌。哎，待会儿如果有哪位太太想看看先生有没有看黄色的嘛，站在那里排队啊。台长啊，以后不看了，听得懂吗？因为呢有时候呢台长看到的就说出来了啊，他先生吓了，现在马上就相信了。所以人呐，人家有一句话中国人讲啊，就说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啊，大家懂得吗？所以你不要做坏事，心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做人不要对不起自己，所以我们不要做坏事，我们就是个好人，对不对啊？如果一个人没有恶念的人，他不就是个善念的人吗？
一个人每天做点好事，虽然做得很少，但是他从来不做坏事，时间长的积累，他就是个好人，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天天做一点点坏事，时间长了，他就是个恶人，大家明白吗？那么我们学佛也是这样，你天天学一点佛，念一点经，许一点愿，放一点声，时间长了，我们不造心念，难道我们就不是菩萨吗？想一想，积累就是累积功德，所以当有灾有难来的时候，很多人为什么在菩萨面前，菩萨你保佑我吧，我生癌症了，请你保佑我，让我不要生癌症，我用我的功德来化解我的这个灾劫。这些话一讲，为什么有些人神奇般的就这些癌症就消失了呢？这就叫道理，因为他的功德的累积。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做好事，每天做功德，连意念都要有功德，这样你的身口意全有功德，你的功德是无量的，所以叫功德无量。我们在人间，活在人间，我们会有很多的委屈，我们觉得我为什么要嫁给他，我受了多少苦，我为什么生这个孩子，他就这么对爸爸妈妈不好，实际上都是前世的。我们有愤恨心，我们有嫉妒心，那都是一些毒素，你们知道这些毒素，你心一放松，它就很快的进入了你的身体。所以当这些毒素来临的时候，你要赶紧把它排除在你的身体之外，你就不会中毒。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告诉你说，我看见你老公跟一个女人在外面很不好，你觉得这是毒素进来了，你马上就说我不想听，我看到了我才相信，我相信他，然后你就不生气，不嫉妒，不难过，你是不是把毒素排在了你的体外？如果你一听，哎，你想给我听，在哪条路啊，在什么路啊，在哪里啊，怎么样的女人啊，老不老，年轻啊，头发白不白啊，哎呦，头发掉了这样我老公也要啊，想一想你是不是中毒了，你被人家一句话你就中毒了。台长又想起了笑话，所以大家知道一个人不能有嫉妒啊，嫉妒就是一种毒素，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嫉妒两个字都是女字旁的呢？因为女人最喜欢嫉妒，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嫉妒是一种毒素，一旦侵入你的身体将不可挽回啊！有一个女人很嫉妒老公，每天回家她都要检查她身上所有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女人的头发，如果发现一次有一根头发，她会暴跳如雷，晚上不要睡觉了。她现在那么有一天回到家，一根头发都没查到，结果她照样暴跳如雷。她老公说，我一根头发都没有，你为什么这么叫啊，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你现在连秃顶的女人都要了，没头发。所以啊，嫉妒心啊常常进入我们的肢体，进入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受到它的伤害了。大家知道嫉妒难过不难过，对不对啊？有时候嫉妒人家隔壁邻居装一个空调了，我家里没有，嫉妒啊，难受啊，他家里买了个钢瓶了，我要买一个更大的，对不对啊？他家里怎么样，孩子考进精英中学了，我家孩子没考进，他又嫉妒，他天天活在痛苦之中。聪明的人把这些毒素排出去，明白吗？不要放松，一放松你的毒素进入你的身体。所以我们怎么样靠佛法的力量来排斥这些毒素呢？就是要守戒律。先不要鼓掌，还没讲完呢。什么叫守戒律？就是要坚守
五戒十善，对不对啊？要想到我不该说谎，因为我说谎之后我会有报应。我不该做恶事，我不能偷不能抢，我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守住戒，你就慢慢慢慢的就不会有嫉妒心，不会有嗔恨心。比方说守戒守住贪心，人家隔壁有一个大房子，我家小一点没有关系，我守戒我够了，我们家人少，那你就没有贪念出来，对不对？所以戒律可以治疗你的身上的很多的毛病。所以大家要懂得守住戒律就是自我尊重。台长经常跟你们学佛的，跟我的弟子讲一句话，我说你们知道，当一个人在吹牛的时候，他已经不尊重自己，因为当人家都是傻瓜。想一想现在是什么年代，很多人都是很聪明的，当你说一句谎话的时候，对方全部都不够理解，都能知道。所以骗你骗不了天，你也骗不了地，你最后骗不了别人，就是骗你自己。你一骗人家自己之后，人家知道你是骗他，人家就看不起你。用英文讲叫 look down to you， 西方人都有这句话，就是我看不起你了。大家英文不是太懂，但是有一句话应该听得懂，当然听得懂了，下，对不对啊？就是看不起你，因为你吹牛被人家戳穿了，所以人家就看不起你。所以真正聪明要让人家看得起的人，就永远不要说假话。做真人，做正人，正人才是君子，真人那才流芳百世。我们要做圣人，不要做小人。小人就是天天想占人家便宜，啊，圣人就是每天要想着帮助人家，从不斤斤计较。要懂得圣人就是学佛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懂得要守戒，那么要得到智慧，那么得到智慧，除了自己开悟、站悟、顿悟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方法也可以得到很多智慧。这个方法很多人已经用了，今天下午有300多个人用了。这是什么方法呢？拜师可得智慧。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是有智慧的菩萨，所以跟着有智慧的师父学，你就能学到智慧。所以我们用智慧来冲洗，每天冲洗自己的灵魂，让自己肮脏的东西灵魂全部冲刷干净，让我们的心更加贴近观世音菩萨。今天呢，台长呢，啊，本来呢是弟子每一次开完示之后呢，啊，我呢都是跟大家呢，啊，跟弟子啊，大家开个示。那么后来这个规模呢越搞越大，因为就变成了啊，在香港的时候要上万人呢，就是跟那个弟子啊，就是世界各地的弟子呢，就是大家见面会了。见面会的时候呢，过去呢我都是给大家问一些经常的问题。有的人问了卢天当啊，啊，某家想发财呀，啊，金鱼缸放在哪里好啊？是不是要买5条金鱼、1条黑鱼啊？啊，都问我这些问题，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人呢，就问了卢台长啊，我这个门呢一开呀，就看见厕所了，是不是厕所里的水要把我冲到地沟里去啊？会不会倒霉啊？我说你不要担心啦，你做生意啦，你天天在飞机上啊挥过来挥过去啦。大家
要记住，人的情绪和这个学佛的智商啊，随着自己学佛的境界在不断的提升。因为过去问的那些问题是风水命相，实际上风水命相它不能成为佛的一种理论，大家明白吗？真正的，比方说过去，那么台长也跟大家讲一点风水命相。那你想想看，台长这么大的一个神通，我怎么可以用菩萨给我的这个神通来给你们家看看金鱼缸放几条鱼呢？你们对得起菩萨对不起？我这一句话我要救人的。我经常在听众打进电话来的时候，一个听众说：“吴台长，你救救我爸爸，爸爸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人好像有点发呆。”我马上给他看图腾，我看见他的血管堵塞，我马上说：“哎呦，要中风了，你赶快去看病，去赶快去吃药，跟教他怎么样怎么样做，然后顺便要念经，要懂得要消业障，看见谁来了，这个人过两天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电话就救人他命，所以风水只不过占人命运的20%，大家知道吗？那么有些人不懂啊，说命运和命和运和风水是怎么个架构呢？哎，你们想不想听啊？境界不高啊，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有很多新的学佛的人来，那么台长呢稍微的就讲点给你们听听，好不好？一个人啊，大家知道算命算命就讲这个命，对不对？那么很少有人说哎算命运，对不对？为什么说算命呢？因为命和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命占一生当中的40%，一个人的运占命运当中的40%，那么还有20%呢，就是改名字啦，比方说风水啦、命相啦，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一个人如果前世的命很好，那么他40%已经是很好。那么然后呢，到了人间之后呢，他拼命的做坏事，那么他的运程开始不好，那么他的命就开始转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他风水好一点，可以挽救他不好的命。大家听得懂了吗？所以当一个人生出来命很苦，那么40%已经很苦了，那么他拼命的做善事，拼命的做好事，那么他的40%的运呢，就弥补了他40%的命，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平平淡淡，后来不大苦了。如果他能懂得一点风水调节，改一个名字，那么有时候他就觉得哎呀越来越顺，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学佛人不讲命运，我们把两个字要倒过来，我们要运命，我们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命，我们学佛能改变命运。所以啊，不想跟你们讲太多命运，其实台长我可以告诉你，我什么都看得见。你不要说的金鱼的，说你们家的床位上面放一个什么东西我都看得见，明白吗？这是太浪费，浪费卢台长的能源。我待一会儿帮你们看图腾，当场说出你们身上的毛病，身体不好，家庭什么什么都说得出来啊，然后呢用这些呢来指导你们好好的学佛修行，来改变命运。大家记住一句话，能够说出并不是一个总的目标，就像医院里一样，有 X 光，有超声波，有什么什么 X-ray 还有那个 ultrasound， 它所有的这些仪器是检测你身体有没有毛病，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身体好。台长今天帮你们看出图腾，你们身上有很多毛病，这是一个方法，治疗的方法，但是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好好学佛念经，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修心，要懂得要念经，要许愿，还有什么大家告诉我。你们真是我的好弟子，法
是说嘛，你们不要以为是台长的好弟子，因为观世音菩萨在我身上，所以你们是观世音菩萨的好弟子。那么修行人要懂得自修，懂得自修就是在一段时间里，大家记住啊，因为你们今天啊，很多人来已经是学佛的人了，所以台长呢就教你们点方法啊，教你们点方法。一个修行人如果因为在家修行啊，他很累，他有时候呢就是不像法师们呢、啊、他在庙里啊，他有一个修行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呢，他能够让他呢慢慢的自己很安静的修行修行。而我们现在人呢，上班下班做菜买菜，什么事情都要做，很累。那么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你们修一段时间之后啊，要懂得勤守身口意，那么就是经常的注意自己不要乱讲话，想想，那记下今天星期天呢，我早上起来拜完佛之后想一想，我这个星期有没有乱讲话？没有，好，我口业造得很少。我这个星期有没有念头想过不好的事情呢？没有，哦，我的意很好。我的身体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啊？没有，好，身口意，一个礼拜身口意，功德有量了啊，一点点就有量啊，慢慢的长期长期这么积累，时间长了要少交谈，就是说一个段时间修行之后少讲话。你们所以你们到庙里去问问那些法师们，哎呀什么什么情况，法师就经常就跟你说四个字，阿弥陀佛，他不讲话，对不对啊？学得越高话越少，用心来学。所以我们过一段时间不做太多的事情，不要自问自答，你的意念就会停止。你们知道这个台长跟你们讲的这个白话佛法非常深啊。什么叫自问自答？我昨天给你们开示的时候，你们听到台长讲过这句话吗？因为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个人都会自问自答。比方说这个事情我能做吗？马上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啊？他对我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这样？哎，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什么过分啊？我就是要骂他，骂了之后他打你怎么办？他打我，我还有两个儿子呢，大家听得懂吗？那就叫自问自答。你修行这样对不对啊？哎，没关系啊，修行啊，我也是做功德呀，我骂了他他也好了呀，或者怎么样，他有自问自答。因为心有内心和外心，内心是什么呢？内心很复杂，内心再往里面，真正的本性就是你真正的内心。外心是什么？已经是经过污染的心，贪心、痴心、嫉妒心、恨心，都是你的外心。所以你经常用心跟外心跟内心在打斗，人家说叫挣扎。所以很多电影里面也会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人，这个人也是他，那个像双胞胎一样，这个人讲一句话，那个人说一句话。实际上我们把这些话以后也要少一点，我们就会内心无比的清净。所以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要自问自答，我们意念就会停止。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很多老妈妈烧菜都要自问自答，你的心怎么会干净呢？哎呀，今天这个菜红烧好还是白煮好，是切片好还是切块好？切块吧，不要，昨天刚刚切块，切片吧，上个星期刚刚切片。你想想看，你的心怎么会干净啊？学佛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杂念呢？不要有杂念，抛弃杂念，忘却杂念，我们才会心静无私。所以大家要知道我是谁，对不对啊？哎，不是我是谁啊，我是谁你们都知道。我现在问你们，人生出来之后我是谁，对不对啊？大家记住，孔夫子讲过一句话，不知生焉知死。你出生的时候你姓什么也不知道，你名谁也不知道。你知道你是谁啊？
一个人像闯荡江湖一样，砰一下道路人间，到了人间了，接下来乱闯乱碰，到了最后呢，什么情况发生了？死了，一个人孤独的又这么走了。所以不知生焉知死，所以人生就是在寻找你原始最单纯的朴素淳朴，要回归本初的觉醒，就是要唤起我们的佛性，让我们真正做到我们到人间来的目的，就是要修心修行，借假修真，把我们的习气，把我们上辈子带来的冤亲债主全部还完，我们干干净净，才能回到天上，回到母亲的身边。有时候我们学佛，有些人会投机取巧，你们知道吗？念小房子不能投机取巧，念经不能投机取巧。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念大悲咒十几秒钟，你们谁能念成这么快？念不出来吧？因为好人才不会这么念的。他怎么念的？人家法师念经更难过，为什么？他敲木鱼，叨叨叨叨叨叨，他有时间的，就是卡住你啊，让你这个心一样的。他木鱼敲得越纯，你的心越静啊，对不对啊？咚咚咚，很慢，说明你的心静得下来。咚咚咚咚咚，你心静得下来啊？念经念到后来成什么形状了？他说居然大悲咒一遍，我真恨不得把他拉出去，后面两个字我就不说了。所以学佛绝对啊，要不能偷懒，不能投机取巧，你们知道吗？有时候人的小聪明啊，绝对不是智慧，大家明白吗？小聪明不是智慧啊，哎呦，动点小脑筋了、啊、你想想看，考试的时候你动小脑筋，你算有智慧吗？你考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智慧，都不是你真正的本领啊，大家明白吗？所以从小聪明往往比有智慧的人更容易博得掌声，因为他搞一点小聪明大家都说他好啊。你比方说那个人说，张阿姨啊，你小房子一天能念几张啊？你猜猜看，你念几张？三张。我已经从早上念到晚上三张。我念十二张。他念十二张。哎呦，张阿姨啊，你功德无量，你真是菩萨。好，小聪明开始了啊，就是像台长刚才学给你们听这么念的。我们刚才大悲咒是转两圈念完。那么像这种小的，那个比方说消灾吉祥神咒，更快，持小咒嘛，更快。所以大家要知道，真的，我们大家要学会啊，人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所以愚钝的、愚蠢的裁判员呐、啊，就是在运动场上的裁判员啊，他看不出跑在最前面的人是吃过激素的，所以他不知道他是个作弊的人，他激动万分的啊，宣布了又一项新的破纪录的运动员出现了，假的，听得懂吗？所以我们人就是喜欢被假的东西所迷惑，所以迷惑之后就搞不清楚了。所以佛法里面有句话，大家知道吗？迷惑颠倒，搞不清楚就是颠倒了，听得懂吗？所以我们不要搞不清楚，我们有智慧才能搞得清楚所有的事情。所以大家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的面前深谷早就存在了，
犹如我们走路走到一条很深的峡谷面前，就犹如我们学佛人，因为我们上辈子曾经做过很多的业，做过很多的恶事，我们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业报，我们没有办法说可以绕过去跳过去，我们这个深谷靠我们自己的良心，靠我们修心，靠我们还债把它填平，深谷早已存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可能会越过去，我们只有用心去浇开，去开启，我们一定要明白，想投机取巧的学佛，想找捷径的人，他只会离佛法越来越远，所以台长呼吁所有学佛的人必须诚心真心，一定要勤勤恳恳真正实实的真修实修，你才会得到真谛。那么台长跟大家讲了，台长有时候呢在广播里啊，我有时候很好玩，我觉得呢看人呐、他们叫我看卢台长，你看看我的这个图腾怎么样，那我有时候就看了，看了之后呢我会看到一些很好玩的事情，那么很好玩的事情呢发生之后呢，哎我就看，哎我就说你呀自己有事情啊，你知道吗，台长曾经看到一位听众啊身体不舒服的部位啊，脖子啊胸口啊头啊不舒服啊，而且我说他你身上有灵性，而且我说他你的身上的灵性呢是惹来的，惹来了之后呢他呢好像还不卖账，说卢台长我这个身上的灵性怎么样，我就把他的灵性的样子都讲给他听了，我说这个人啊你身上这个灵性啊不是完全的澳洲人啊，有点像印度人的像中东人的那种样子的皮肤，结果呢他自己呢全印证了这些东西，那么台长呢再给大家听一段台长在广播里回答他们的问题好不好。喂你好台长，台长你好，哎你好啊，帮我看看我有一点属牛的，哎呀身上有灵性啊，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脖子都痛啊，是啊胸口也痛啊，对啊、头也不舒服，听得懂吗？嗯，是不是从一个诊所里弄回来的？对，就有了事情了你。那个是不是不是中国人来的，对吧？对，不是中国人，也有点喜悦，又不是完全像澳洲人。对对对，这种中国人啊，像中国那些，又像印度这种人。对对对对对，台长领导看对了，我第一次去那个诊所，陪我妈妈去做那个检查。这样看我就觉得他蛮恐怖的，然后因为我看我妈妈不会写东西，然后我就写，然后我跟你说我自从我妈妈做手术回来以后我就天天就不顺，哎呀，然后而且出很大问题，我就这辈子没碰到过的，我跟你说了惹上身了还不解决掉，接下来继续有问题，听不懂啊？我明白明白明白，鼓掌。台长天天再给大家看246是在广播里给人家看啊，然后135台长都是预约的，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很多的法会，每星期都有，台长就是这么拼命的在让人家明白觉悟，你们都是慢慢明白的人，你们慢慢的觉悟，你们要懂得很多人的道理，因为我们在人间并不懂得我们真正做人的很多的道理，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佛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台长再次跟大家讲，烦恼实际上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毛病，所以我曾经问过菩萨，那么人为什么到人间来这么烦恼，结果菩萨告诉我说人间就是烦恼道，大家听得懂吗？从生出来就有烦恼，一直烦到死啊，摆脱不了的。我碰见个老妈妈跟我讲啊，你知道她说什么，这个老妈妈跟我说，哎呀等我以后退了休了我放松了我就好了，我不会这么累了，等到退了休之后，哎呀等到我小孙子慢慢长得大一点我就结束了，我就可以自己自由了，等到小孙子大一点，哎呀我的小孙子怎么办呀，要天天要去补习呀，我要送他去呀，
送完去之后，哎呀，小孙子要找女朋友了，然后再接下来了，哎呀，我的小孙子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呢又担心他的女朋友，担心他孩子现在说什么说的，所有的这一切，然后等到最后就是儿子又孙子越烦越多，烦就是越烦越恼，越恼越烦，烦到最后烦恼就是把你全部的身心全部遮住了，看不到本性。但是如果学佛的人呢，就懂得有菩提心来化解烦恼。因为菩提心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就是说当一个人碰到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告诉你们，我们一个墨尔本的情况，有一个女士，台长跟她讲法的时候曾经告诉她一句，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你就不要去跟她争。结果她看上了一座房子是53万，结果她去跟人家说我一定要这个房子，结果那个卖房子的人跟他说不卖，一定要56万。你不是写53万吗？因为53万起，听得懂吗？然后那么要他自己还价是还多少呢？他跟他说，他说我53万卖给我就可以，就不卖。之后他想起了一位古人讲过的话。哪位古人呢？卢台长。为什么说卢台长古人呢？我还在吗？因为卢台长过去打过鼓，所以叫古人。所以卢台长告诉他一句话，就是什么？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他跟 A 君说：“我不要了，你给谁都可以。你不是说很多人要吗？你就给他们去吧，56万，我不要了。”结果 A 君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带领过了一段时间，过了一个月打个电话给他，你还要不要？我们给你54万行吗？不要，牛了。因为台长告诉他是他就是他了。结果 A 君再过一个礼拜，那就原价吧，53，我们已经亏了3万，要不要？不要，无所谓。再过一段时间问他，那么你看看，大家商量一下吧，你心里开个价多少啊？啊，你们猜猜看他开多少？啊，49万，啊，厉害吧？49万。结果后来那拍手的都是喜欢讨价还价的。所以他说59万，49万。结果那个 A 君说不卖。结果他在等，他说反正是我的就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无所谓的。结果 A 君49万卖给他，他打了个电话来说，陆台长谢谢你，你一句话让我赚了4万到5万块钱。他说不是我一句话，是菩萨的一句话，是菩提。所以烦恼来了不要怕，所以佛法界有一句话叫烦恼即菩提。大家知道台长是怎么弘法的吗？就是把佛法深奥的佛法弄成我们人间佛法，我们白话佛法，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让每一个人都受益，让每一个人都法喜充满，得到菩萨的智慧。想得通什么都通，想不通什么都不通。大家听得懂吗？中医上说啊，痛则通，不通则痛，对不对？所以想自己心不痛，那你必须要想通。你想心中很痛，那你就要想不通。所以没有一个人想不通，大家都想得通。所以通与不通就在于你思想，想得通与想不通，我们一定要想得通，这条路就通上彼岸。台长说烦恼来的时候就是水中月，水中月是什么？水中没有月亮，怎么会有月亮呢？你拿一个脸盆，你去找这个月亮，你找到月亮对了，你把那个水盆对着它，你水中是不是有月亮啊？
对不对啊？你过一会儿把这瓶水一倒掉，月亮到哪里去了？没了。烦恼就是这样，是你找来的。拿瓶水一倒，哎，烦恼来了，哎，还晃呢，哎呀。然后文学家就开始了，激起我心中的滴荡起伏啊，把我的心投向了另一个世界，让我悲痛欲言欲绝。他正在吟诗的时候，他老婆走过来了，因什么事啊？把那水蹦一倒，烦恼没了。所以想得通的时候叫马上开悟，想不通的时候就叫没有开悟。学佛就是要赶快开悟，不要慢慢的悟，因为慢慢的悟会伤到你的身体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想烦恼，烦恼自然消失。台长最后跟大家讲，因果就是我们自己造下的因，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不要去回避矛盾，回避自己的苦难，因为这个果是我们上一辈子造的，是我们上一世留下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不逃避。我们在人间有限的生命里，我们制造出我们今后将来另一条道路，所以这就是宇宙的真理。所以因果成为定律，连菩萨都不能改变人的因果。但是因果虽然菩萨不能动我们众生的因果，但是因果可以改变，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宇宙不能改变真理，但是我们人的命运虽然有这个命，但是菩萨给我们制造了这个运来改变我们的命。所以一个积极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积极向上学佛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改变，来破除自己心中的障碍，这样的话你才能在因果定律当中成圣。那么大家知道，很多人跟我说啊，台长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啊？我想早一到早一点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去，我想早点去，你能不能跟观世音菩萨说让我要早点去？境界很高吧？台长说你是逃避，因为该你因果还没有受尽，你走不掉。所以很多夫妻吵架吵一辈子还要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人前世的冤结还没有受尽。所以不要吵不要闹，因果自然报，大家听得懂吗？不要去吵，不要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永远要知道我们无愧于我们的菩萨，因为我们心中本来就有佛，我们众生就是佛。虽然我们现在投到人道，但是我们是未来佛，所以我们要做佛的事情。我们只有看清自己的本性就是佛，我们才能成为佛，我们才能去创造无限的美好的正常的这个人间的世界，来回到我们母亲的怀抱，就是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台长最后给大家一句话啊，也就是大家必须要做到的，我们今生在人间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苦了，我们下辈子不能再到人间来做人了，因为人间太苦了，太烦恼了，我们必须要跳出这个苦，跳出这个烦恼，我们拉着观世音菩萨就能找到这条道，我们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能到四圣道，大家都是菩萨，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要记住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度人，我们才能成为大乘佛法，才能有大的功德。所以我们要学佛学菩萨，要多度众生，我们才会成为佛。所以希望你们全部都成为每一朵天上的莲花，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